现在一同来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阿爸父神，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满满的感恩，因为孩子知道你的爱一直与我同在。尤其当我们陷入人生中不可抗拒的逆境时，我以你的爱包容了孩子，你的爱抚慰了孩子受伤的心灵。我们希望能够将这份爱更大的把它传扬出去，给世界上许多更需要爱的人。希望我们社会每天都能多了一点爱心，少了一点暴力武器，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更祥和。因为我们知道我有上帝您的爱，是真正能够融化的你的心，让我们每个人得到心灵上真正的平安与平静。谢谢你，孩子这么祷告，奉耶稣基督之圣名求，阿门。那我们现在一同来念这个使徒信，有吗？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口同声念，预备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着圣灵成育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7-9节。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念，预备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关系疗愈的秘方，那就是爱。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聪轩。